我觉得因为你人你不可能永远都是顺风顺水的嘛，那你当然会做错一些事情，然后会遗憾一些事情，会后悔一些事情。这位黄思甜，恭喜 Carrie 黄思甜，这也是她第八座十大最受欢迎女人奖项，恭喜。我想说这一路走来不容易，谢谢你们没有爱光鲜亮丽的我，你们有爱连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的时候，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，谢谢你们爱我，我会去做一个更好的人。我知道有时候我还做得不够好，不过我希望以后的路我们可以一起走下去，谢谢大家，恭喜。我觉得因为你人你不可能永远都是顺风顺水的嘛，那你当然会做错一些事情，然后会遗憾一些事情，会后悔一些事情，然后你当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讨厌你自己的时候，你身边有一些爱你的人鼓励你提拔你支持你的时候，那我觉得那个瞬间是最珍贵的，所以我才会想用这样子的一个词语去谢谢他们。OK， 好，谢谢。